其恶逢困敦，晋强与丹恶，一共四年。隋文帝仁寿四年，甲子，公元六百零四年，春季正月丙午初九，大赦天下。文帝要去仁寿宫避暑，术士张稠太医竭力劝说文帝不听。张稠太医说，这次出行恐怕主上回不来了。文帝勃然大怒，将张稠太医投入长安的监狱。 准备回来杀掉他。甲子二十七日，文帝驾临仁寿宫。乙丑二十八日，文帝下诏反赏赐财政支出，事无巨细一并交付皇太子杨广处理。夏季四月乙卯乙物，文帝感到身体不适。六月庚申乙物，大赦天下。秋季七月甲辰初十，文帝病重。 他躺在床上和文武百官诀别，并握住大臣们的手膝不止。文帝命太子杨广赦免张丑太尉。丁未十三日，文帝在大宝殿驾崩。隋文帝性格谨严持宠，办事令行禁止，每日清晨听理朝政，到日偏西时还不知疲倦。虽然吝啬钱财，但赏赐有功之臣则不吝惜。将士战死，文帝必定从优抚恤。 并派使者慰问死者家属。他爱护百姓，劝客农桑，轻徭薄赋，自己生活务求节俭朴素，所乘车驾及所用之物，旧了坏了都随时修理使用。如果不是享宴，吃饭不过一个肉菜。后宫都身着洗旧了的衣服。天下人都为文帝的行为所感化。开皇、仁寿年间，男子都身穿绢布衣服，不穿绫绮。 一代饰品用的不过是铜铁骨角所制，没有金玉的装饰，因此国家的财富日益增长，仓库丰盈。文帝授禅之初，隋朝的民户不满四百万户，到了隋文帝仁寿末年，超过了八百九十万户，仅冀州就已有一百万户。但是文帝好猜忌科察，容易听信谗言，他的功臣故旧没有能始终保全的。至于他的子弟辈， 都像仇敌一样，这是他的短处。当初独孤皇后去世，宣华夫人陈氏、荣华夫人蔡氏都受到文帝的宠爱。陈氏是陈宣帝的女儿，蔡氏是丹阳人。文帝患病住在仁寿宫，尚书左仆射杨素、兵部尚书柳树，黄门侍郎元岩都进入仁寿宫侍病。文帝召皇太子杨广入内居，昆住在大宝殿。 杨广考虑到，如果文帝去世，必须预先做好防备措施。他亲手写了一封信，封好，派人送出来询问杨素。杨素把情况一条条写下来，回复太子。工人物把回信送到了文帝的寝宫。文帝看后极为愤怒。天刚亮，陈夫人出去更衣，被太子杨广所逼迫。陈夫人拒绝了他，才得以脱身。他回到文帝的寝宫。 文帝奇怪他神色不对，问什么原因。陈夫人流着泪说：“太子无礼。”文帝愤怒，捶着床说：“这个畜生，怎么可以将国家大事交付给他？独孤误了我。”于是他叫来柳树、原言，说：“召见我的儿子。”柳树等人要叫杨广来。文帝说是杨勇。柳树、原言出了文帝的寝宫，起草敕书。杨素闻知此事，告诉了太子杨广。 杨广假传文帝的旨意，将柳树、元颜逮捕，关进大理狱。他们迅速调来东宫的必将兵士来宿卫仁寿宫，宫门禁止出入，并派宇文述、郭衍进入调度指挥。命令又庶子张衡进入文帝的寝宫侍候文帝，后宫的人员全被赶到别的房间去。一会儿，文帝死了。因此，朝廷内外有很多不同的说法。 陈夫人与后宫们闻之发生变故，面面相觑，站立失色。黄昏时，太子杨广派使者送来小金盒和边上贴封纸，杨广亲笔写上“封”字，赐给陈夫人。陈夫人看见小金盒，惊惶恐惧，以为是鸩毒，不敢打开。使者催促陈夫人，于是他打开小金盒，盒内有几枚同心结。宫人们都高兴了，互相说可以免死了。 陈夫人愤怒的想坐下，不肯致谢。工人们一起逼迫陈夫人，她才拜谢使者，接受了小金盒。当天夜里，太子杨广将陈夫人奸淫。乙卯二十一日，魏文帝发丧，太子杨广即皇帝位。正好益州刺史杨约来朝见，杨广派杨约进入长安，调换了留守者，诈称文帝的诏命，将前太子杨勇赐死。杨勇被勒死。 然后，陈兵集众，发布文帝去世的凶信。杨帝听到杨岳的行动后，对杨素说：“您的弟弟果然能够担当重任。他追封杨勇为房陵王，不给杨勇立继承人。”八月丁卯初三，文帝的灵柩从仁寿宫至京师。丙子十二日，在大兴前殿为文帝出殡。柳树原言被一起除名，柳树被流放到龙川。 原言被流放到南海，杨帝命令兰陵公主和柳树断绝关系，打算把她改嫁别人。兰陵公主以死来发誓，不再朝见杨帝。她上表杨帝，要求和柳树一起流放。杨帝大怒，兰陵公主忧愤而死。她临终时上表给杨帝，请求归葬柳氏墓地。杨帝更加发怒，竟然没哭。兰陵公主的葬礼葬物极为简单菲薄。 太史令袁冲奏道：“皇帝即位，与尧受天命的时间吻合。”他示意百官上表庆贺。礼部侍郎许善心提出：“由于国丧刚完，不适宜称贺。”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向来讨厌许善心，他示意御史弹劾许善心。许善心被降职位给侍郎，降了两级。汉王杨亮受到文帝的宠爱，他是并州总管，崤山以东到沧海，南至黄河。 五十二州都隶属于并州。杨亮得到特许，可以便宜行事，可以不拘泥于法律条文。杨亮自认为他所在的地方是天下精兵的聚集地。他看到太子杨勇因谗言被废黜，常常样样不乐。到蜀王杨秀获罪，杨亮极为不安，暗中怀有一图。他对文帝说：“由于突厥正处于强盛时期，应该修整军备。”于是他大规模的征坤发工匠服役。 修造武器，召集亡命之徒，身边的私人门客将近数万。突厥人曾进犯边塞，文帝派杨亮抵御突厥人，他被突厥人打败。他属下的将帅因罪被解职除名的有八十余人，都被发配流放到灵表。杨亮因为这些人是他过去的老部下，奏请文帝留下这些人。文帝发怒说：“你作为藩王，只应恭敬地遵从朝廷的命令。” 怎么可以因私而谈论诉旧，废弃国家的法令呢？你这小子，一旦没了我，要想轻举妄动，人家抓你就像抓笼子里的鸡雏一样。心腹又有什么用呢？王氏王僧辩的儿子为人洒脱，善于谋略，他是杨亮的资义参军。萧摩诃是陈国的旧将，两个人都不得志，常常郁闷，胡思乱想。他们都得到杨亮的信任优待。 都赞同杨亮谋反的阴谋。当时正好火星处在井宿的位置，以曹夜人傅毅通晓天文星历，杨亮问他这是什么征兆，傅毅回答：天上的井宿在黄道带上是火星必经之路，这是正常的规律。倘若进入地上井的位置，那就怪异了。杨亮听了很不高兴。到文帝去世时，杨帝派车骑将军屈突通持印有文帝玉玺的诏书召杨亮进京。 原来文帝与杨亮秘密约定，要是玺书照你，赤字旁另加一点，还要与玉灵符相契合，才可以映照杨亮看到发来的玺书。语言约不能验证，就知道出了事。他盘问屈突通，屈突通闪烁其词而不回答。于是屈突通被打发回长安。杨亮起兵造反，总管司马安定人黄甫诞恳切规劝杨亮，杨亮不听。 黄甫旦流着泪说：“我预料大王的兵力不是京师军队的对手，加上君臣的地位已经确定，双方势力悬殊，军队虽然精锐，但难以取胜。一旦身处叛逆的地位，被追究刑法，就是想做一个平民也不可能了。”杨亮听了发怒，把黄甫旦关进监狱。兰州刺史乔钟馗要去投奔杨亮，兰州司马京兆人陶某反对，说：“汉王杨亮图谋不轨。” 您深受国家的厚恩，应当竭诚为国效命，怎么能深陷祸端呢？乔钟馗变了脸色，说：“司马造反吗？用兵器对着他，但陶模言辞气度都不屈服。乔钟馗敢于陶模的义气，就放了他。”军力说：“要是不杀陶模，无法让大家心服。”乔钟馗就把陶模关起来。此时跟从杨亮造反的共有十九个州。王劝说杨亮。 大王属下的将领、官吏、家属都在关西，要是用这些人，就应该长驱直入，直捣京都，也就是所谓的迅雷不及掩耳。要是只打算割据过去北齐的地盘，就应该任用关东人杨亮，不能决断，就两条计策并用。他声称杨素谋反，要诛杀杨素。总管府兵曹文喜人裴文安劝说杨亮，景行以西的地方在大王手中。 崤山以东的军队也是我们的，应该全部征伐，分派弱兵屯守要害，仍命令将领随时攻城掠地，率领精锐部队直入蒲津关。我请求担任前锋，大王率领大军随后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屯兵坝上，咸阳以东的地方便可以挥手而定。这样京师被震动惊扰，没有时间调集军队，上下相互猜疑，大家离心惊骇。 我们陈兵以待，发号施令，谁敢不服从？十天之内，大事可定。杨亮听了，大为高兴，就派遣他任命的大将军于公里率兵出太谷，奔河阳；大将军齐亮率兵出府口，奔黎阳；大将军刘建率兵出井行，攻取燕、赵之地；柱国乔钟馗率军出雁门，任命裴文安为柱国，与柱国歌丹贵、王丹等率军直指,指京师。 杨帝任命又五位将军，洛阳人丘和为蒲州刺史，镇守蒲津关。杨亮挑选精锐骑兵几百名，带妇人毕身用的面罩，诈称是杨亮的工人，返回长安。守城的门卫没有觉察出来，杨亮军队直入蒲州，城中也有豪杰响应。丘和发觉出事，越过城墙逃回长安。蒲州长史渤海人高义明、司马北平人荣皮都被叛军抓住。 裴文安等人拒百余里到蒲津关时，杨亮忽然改变计划。他命令戈丹贵拆断河桥，据守蒲州，将裴文安召回。裴文安对杨亮说：“兵机在于神速诡秘，本来打算出其不意，大王却不这样做，又把我召回，使对方计谋成功。现在大势已去，杨亮无言以对。他任命王丹为蒲州刺史，裴文安为晋州刺史。” 薛翠为绛州刺史，梁菩萨为潞州刺史，韦道正为韩州刺史，张伯英为泽州刺史。代州总管天水人李景发兵抵抗杨亮的军队，杨亮派将领刘袭击李景，被李景击杀。杨亮又派乔钟馗率领三万精兵进攻代州，李景手下士兵只有几千人，加上城墙不很牢固，受到乔钟奎的进攻，城墙相继崩塌毁坏。 李景一边打仗一边筑城，士卒们都殊死战斗。乔钟魁多次被击败。代州司马冯孝慈、司法吕裕都骁勇善战，仪同三司侯莫臣，富于谋略策划，擅长防御坚守的战斗。李景知道这三人可以任用，对他们充分信任，自己不干预具体事务，只是在衙署内坐镇，不时的抚慰巡视而已。杨素率领轻骑五千，在蒲州袭击王丹。 戈丹贵夜里，杨素率军到了河边，收集了几百只商船，船内铺上许多草，踩上去没有声音。为防止喧哗，杨素让士兵口中衔枚渡过河。天快亮时，进攻杨亮的军队。戈丹贵战败逃走，王丹恐惧，献城投降。杨帝下诏征召杨素返回。当初杨素要动身时，计算好打败叛军的日期。 结果如杨素估计的一样，于是杨帝任命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、河北道安抚大使，率领几万军队讨伐杨亮。杨亮当初起兵时，他妃子的哥哥窦卢玉是汉王府主簿，窦卢玉苦苦劝谏杨亮不要造反，杨亮不听。窦卢玉私下对他弟弟窦卢玉说：“我一个人回归朝廷，自然可以免祸，这是为我自身考虑，不是为国家。” 不如暂且装作跟从杨亮，慢慢的再见机行事。窦卢玉是窦卢的儿子，窦卢玉的哥哥是显州刺史窦卢贤。他对杨帝说：“我弟弟窦卢玉平素就有抱负，有气节，一定不会跟着造反。但是迫于叛逆的凶威，不能自主。我请求从军，和窦卢玉一里一外，杨亮就无法图谋作乱了。”杨帝答应了。 窦卢贤秘密派家人把皇帝的诏书送到窦卢玉的住处，和他商议大事。杨亮出了城要去界州，他命令窦卢玉和总管署朱涛留守。窦卢玉对朱涛说：“汉王杨亮已构成了叛逆罪，很快就会失败，我们怎么可以受牵连或灭族之罪，同时又辜负国家呢？我应当和您出兵抗拒杨亮。”朱涛吃惊的说：“汉王把大事托付给我们，怎么说这样的话？” 于是就拂袖而去。窦卢玉追上去杀死朱涛，把黄甫诞从监狱里放出来，与他协商，并和开府仪同三司素勤武等人关闭城门，以抗拒杨亮。窦卢玉尚未完全布置好，有人把这事报告了杨亮，他就率军袭击窦卢玉。窦卢玉见杨亮率军来到，便哄骗大家说这是贼军。杨亮进攻南城门，基胡人守卫南城门，他们不认识杨亮。 用弓箭射击，箭如雨下。杨亮就转攻西城门，守兵认识杨亮，就开城门让杨亮进城。窦如玉、黄甫诞都被杀死。齐梁率军进攻磁州刺史上官正，未能攻克，就率兵进攻兼任襄州的行政长官薛胄，又未攻克，于是就从府口进攻黎州，堵塞白马津，余公里从太行山到河内。 杨帝任命右卫将军史祥为行军总管，在河阴驻军。史祥对军吏说：“于公里轻率无计谋，一是人多而骄横，很容易打败于公里驻扎在河阳。”史祥在河的南岸准备好船只，于公里集中兵力以抵挡史祥的进攻。史祥挑选精兵从河下游暗地渡河。于公里听到这个消息，就率兵抵抗。两军在虚水交战。 于公里的军队尚未布置好阵容，史翔已率军进攻，大败于公里。史翔率军向东进逼黎阳，齐梁的军队不战而溃。史翔是史宁的儿子。杨帝要征发幽州的军队，他怀疑幽州总管窦抗有二心，就问杨素谁能把窦抗抓来。杨素推荐了前江州刺史渤海人李子雄，杨帝任命李子雄为上大将军。 广州刺史又任命左领军将军长孙晟为襄州刺史，征发萧山以东的军队和李子雄一起筹划处理此事。长孙晟因为他儿子长孙行部在杨亮的军队里，就推辞任命。杨帝说：“您能够体谅国家的困难，终归不会因为儿子而损害国家大义。我委您以重任，您不要推辞。”李子雄驰马到达幽州，就在驿站停住，他招募到一千人。 窦抗来见李子雄，李子雄埋伏好假士，将窦抗逮捕。窦抗是窦融定的儿子。李子雄征发幽州的军队、部骑兵共三万人，从井陉向西进攻杨亮。当时刘建将守将京兆人张翔包围在井陉。李子雄在抱犊山下击败刘建，刘建逃走。李景被杨亮的军队包围了一个来月。 杨帝下诏，命令朔州刺史带人杨义臣救援李景。杨义臣率领其步兵共两万人，夜间出了西行关。乔钟奎集中全部兵力抵抗杨义臣。杨义臣知道自己兵少，就集中军中所有的牛、驴，共有几千头，又命令几百名士兵，每人持鼓一面，暗地驱赶牛驴，隐蔽在山谷间。黄昏后。 杨义臣又与乔钟葵交战，刚一交兵，杨义臣就命令驱赶牛、驴的士兵迅速前进，一时间战鼓敲响，尘埃满天。乔钟葵的军队不知怎么回事，以为对方的伏兵出击了，因而奔逃溃散。杨义臣纵兵进攻，大败乔钟葵。晋、将、吕三州城池都是杨亮军防守，杨素向每座城池各派两千人去牵制。 杨亮派遣将领赵子开率领十余万人，用栅栏堵塞山径小路，在高壁岭上屯兵据守。军队摆开的阵势达五十里。杨素命令手下的将领们率兵对阵，自己率领骑兵潜入霍山，沿着悬崖山谷前进。杨素在山谷口扎营，自己坐在营帐外，派军司进军营挑选三百人守营。军士们恐惧杨亮军队的强盛，不想出战。 多数人愿意守营，因此行动迟缓。杨素责问迟缓的原因，军司以实回答了。杨素马上把留下守营的三百人召出军营，全部斩首。他再次命令挑选留守人员，人们都不愿意留下。于是杨素率军驰马行进，出现在杨亮军队的北面，直接对方的营地，巫谷纵火。杨亮的军队不知所措，自相践踏，死伤了几万人。 杨亮所任命的界州刺史梁罗屯兵在介休，听到杨素将至，就弃城逃跑。杨亮知道赵子开被打败，大为恐惧，亲自率领近十万人在蒿泽抵抗杨素。正逢天降大雨，杨亮打算率军退回。王劝道：“杨素孤军深入，人马疲惫，大王亲自率领精兵进攻杨素，必能将他打败。现在望敌而退，让人以为我们怯懦。” 败坏我军将士的士气，长敌军之气势。希望大王不要撤退。杨亮不听，率军退守清源。王对他儿子说：“情况很不妙，我军必败，你可要跟着我。”杨素率军进攻，大败杨亮，捉住了萧摩诃。杨亮退守晋阳，杨素进军包围晋阳，杨亮束手无策，只得起将，其余党都被平灭。杨帝派杨约送他的手诏慰劳杨素。 王要投奔突厥，走到山中，道路断绝。他知道自己无法幸免，对他儿子说：“我的计谋韬略不亚于杨素，但是因为我的建议不被采纳，以致到了这步田地。我不能坐受擒获，以成全那小子的名声。我死后，你千万不要去亲朋故友家。”他说完自杀，尸体被埋葬在石洞里。他儿子几天没有吃的，就到王熟人家，最后被人抓住。 王的尸体也被找到，在晋阳受枭首之刑。群臣奏议，汉王杨亮应被处死。杨帝不许，将杨亮除名为民，将他从宗室中除名。杨亮最后被幽禁而死。他部下的官吏臣民受牵连而获罪，被处死和流放的有二十余万家。当初，文帝和独孤皇后相互之间非常敬爱尊重，他发誓不要有别的姬妾生的儿子。 曾对群臣说：“前代的皇帝对所宠幸的姬妾极为溺爱，出现了嫡子庶子之争，也就有了废立之举，有的因此而亡国。我没有别的姬妾，五个儿子是同一个母亲，可以说是真正的兄弟，难道会有这种忧虑吗？”文帝又鉴于北周皇室诸王势力微弱，就让几个儿子分别据守重镇，专门独当一面，诸王的权力与皇帝相等。 到了文帝晚年，父子兄弟纷纷互相猜疑防备，五个儿子都未能寿终正寝。陈司马光曰：“从前辛伯劝告周桓公说，内宠姬妾地位与皇后相等，外宠重臣与皇帝一样，也可发号施令。庶子与嫡子相匹敌，大的都城与国家的势力相匹敌，这都是动乱的根本原因。作为人主，如果真能在这四方面慎重从事。” 动乱怎么能自动发生呢？隋文帝只知敌庶之分，容易出现纷争。皇室的地位孤立微弱，容易动摇，却不懂得诸王的势力，与皇帝势均力敌，就会威逼皇位。虽然一母至亲骨肉，也不能免于相互倾轧夺权。考察辛伯的这些话，文帝只吸取了一点，而丢掉了另外三点啊。冬季十月己卯十六日，文帝葬于泰陵。 庙号高祖，与独孤皇后同坟异穴。炀帝下诏免除妇女及奴婢不取的赋税，规定男子二十二岁成丁。张丑太医对炀帝说：“陛下属木命，雍州是克木之冲，不可长久居住。”趁于也说：“修之洛阳，环境佳。”炀帝听后深以为然。十一月乙未初三，驾临洛阳，留下晋王杨昭守卫长安。 杨素因功授其子杨万石、杨仁行，侄子杨玄挺为仪同三司，赏赐财五万段，绮罗一千匹，杨亮的歌伎侍妾二十人。丙申初四，炀帝征发南丁几十万人挖掘沟，从龙门东接长平、吉郡，到临清关，越过黄河至郡仪、襄城，到达上洛，用来布置官防。壬子，二十日，南陈国后主陈叔宝去世。 被追赠为大将军、长城县公，谥号为阳。癸丑二十一日，杨帝下诏在伊洛营建东京。诏书说：宫室的规制本应从方便使用出发，现在营建的宫室务必要节俭。蜀王杨秀获罪的时候，又为大将军元胄因犯有与杨秀结交往来的罪而被除名，长期不得启用。当时，磁州刺史上官正因犯罪被流放到岭南。 将军丘和因为蒲州失守被除名。元胄与丘和有旧谊，两人饮酒酣。元胄对丘和说：“上官正是壮士，现在被流放到灵表，不会出大事吧？”他抚摸着肚子说：“像此坤宫这样的人，就不会不出事了。”丘和将此话报告杨帝，元胄竟然因此获罪而死。于是杨帝召回上官正，任命为骁骑将军，任命丘和为代州刺史。 隋炀帝大业元年乙丑，公元六百零五年，春季正月壬辰朔初一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炀帝册立王妃萧氏为皇后。炀帝下诏撤销各州的总管府。丙辰二十五日，炀帝立晋王杨昭为皇太子。文帝末年，群臣中有人说林邑有许多奇珍异宝，当时天下无事。 刘芳刚刚平息了胶州的叛乱，文帝就任命刘芳为州道行军总管，筹划处理临邑方向的事务。刘芳派钦州刺史宁长真等人率领步骑兵一万余人出越上，刘芳亲自率领大将军张等人统率水师出比景。当月，刘芳军队到达临邑出海口。二月戊辰初七，炀帝命令有关部门官员大规模的陈列金宝器物。 锦彩车马，让人领着杨素和各位讨伐汉王杨亮有功的将领站在前面，命令齐章公牛弘宣读诏书，称赞讨伐杨亮的功劳。杨帝对他们分别进行赏赐。杨素等人再三拜谢，舞蹈而去。乙卯十八日，任命杨素为尚书令。杨帝颁诏于天下，除去丧服，只有杨帝身穿浅色黄衫，束着铁制的衣带。三月。 丁未十七日，炀帝下诏派杨素和纳言杨达，将做大将宇文恺营建东京。每个月亦使壮丁二百万人，迁徙洛州城内的居民和各州的富商大贾几万户充实东京，废弃二小道，开辟侧道。戊申十八日，炀帝下诏说：听取采集百姓的意见，向百姓咨询治国的建议，这样才能够考察到治理国家的得失。 我将要巡视淮海一带，考察民情风俗。炀帝命令宇文恺和内侍舍人封德仪等人营建显仁宫。显仁宫南边连接富建，北边跨越洛水，征调大江以南、五岭以北的奇才异石，输送到洛阳。又搜求海内的佳木异草、珍禽奇兽，用以充实皇家园园。辛亥二十一日，命令尚书右丞黄甫义征发河南。 淮北各郡的百姓前后一百余万人开辟通济渠，从西苑引谷水、洛水到黄河，又从板主引黄河水，经过行泽进入汴水，从大梁以东引汴水进入泗水到淮河，又征发淮南的百姓十余万人开凿邗沟，从山羊到阳到扬子津，坤入长江。通济渠宽四十步，渠两旁都筑有御道，栽种柳树。 从长安到江都设置离宫四十余所更深。庚申三十日，派遣黄门侍郎王弘等人到江南建造龙舟和各种船只几万艘。东京的官吏监督工程，严酷急迫，服役的壮丁死去十之四五。有关部门用车装着死去的一丁，东到城皋，北至河阳，在师之车连绵不断。炀帝又在东京建造天津宫，每年四季祭祀文帝。 林毅国王范志派兵把守险要之地，刘芳率军进攻，并赶走了他们。随军渡过漓江，林毅的士兵乘坐巨象从四面八方攻来，随军与林毅军交战不利，就挖了许多小坑，用草盖上。刘芳让士兵向林毅军队挑战，两军交战，随军佯作战败，林毅士兵追击随军，他们乘坐的大象很多陷入小坑被绊倒。 于是，林毅士兵非常惊恐，军队大乱。刘芳命士兵用弩射击大象，大象即逃跑，将林毅军的阵势践踏扰乱。刘芳趁机用精兵继续进攻，林毅军大败，被俘杀者万余人。刘芳率军追击，屡战屡胜，追过了马援同住以南，用了八天就打到林毅的国都。夏季四月，范志放弃城池，逃到海上。 刘芳率军入城，缴获庙主牌位十八枚，都是用金子铸成的。刘芳刻石立碑，记录了这次征伐的功绩，而后返回。随军士卒患脚肿病，死去十之四五。刘芳也患病，死于途中。当初尚书右丞李纲因为几次有不同意见，违逆了杨素和苏威，杨素就向文帝推荐李纲，让他做刘芳的行军司马。 刘芳懂得杨素的用意，他侮辱兔厥李刚几乎致死。刘芳军队返回，李刚很久得不到调动。苏威又派李刚到南海应酬，处理林毅方面的事务，很久不召回他。李刚自己返回汇报情况，苏威就弹劾李刚擅离职守，将他交给司法官员审问治罪。正逢大赦天下，李刚被免去官职，隐居在县。五月营建西苑。 方圆二百里，院内有海，周长十余里。海内建造蓬莱、方丈、瀛洲诸座神山，山高出水面百余尺，台观殿阁星罗棋布的分布在山上，无论从哪方面看，都如若仙境。院北面有龙鳞渠，曲折蜿蜒的流入海内。沿着龙鳞渠建造了十六院，院门临渠，每院以一名四品夫人主持。院内的堂殿楼观。 极端华丽，宫内树木秋冬季枝叶凋落后，就剪彩绸为花和叶缀在枝条上，颜色旧了就换上新的，使景色长如阳春。池内也剪彩绸做成荷、季、灵芡。炀帝来游玩，就去掉池冰，布置上彩绸，做成阳春美景。十六院竞相用珍馐百精美食品一比高低，以求得到炀帝的恩宠。 炀帝喜欢在月夜带领几千名宫女骑马在西岸游玩，他做青叶游曲，在马上演奏。炀帝对待诸王的恩宠很薄，却多有猜疑防范。唐王杨伦、魏王杨吉心中感到忧虑恐惧，就叫术士卜问吉凶，并大叫求福。有人告发他们怨恨诅咒皇帝，有关部门奏请杨帝杀掉他们。秋季七月丙午十八日。 杨帝下诏将杨伦、杨吉除名为民，流放边郡。杨伦是杨赞的儿子，杨吉是杨爽的儿子。八月壬寅十五日，杨帝到江都游玩，他从显仁宫出发，王弘派龙舟来迎接。乙巳十八日，杨帝乘坐小朱航从曹渠出洛口，乘坐龙舟。龙舟上有四重建筑，高四十五尺，长二百尺。 龙舟最上层是正殿、内殿、东西朝堂，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，都用金玉装饰。下层是宫内，是臣住的地方。皇后萧氏乘坐的祥池舟规制比炀帝乘坐的龙舟要小一些，但装饰没什么不同。另有福井船九艘，船上建筑有三种，都是水上宫殿。还有样彩、珠鸟、苍螭、白虎、玄武、飞羽、轻浮。 凌波、五楼、道场、玄坛、板、黄面等几千艘船，供后宫、诸王、公主、百官、僧尼、道士、番客乘坐，并装在朝廷内外各机构部门进献的物品。这些船共用晚船的民夫八万余人，其中晚样采集以上的有九千余人，称为垫脚，都身穿锦彩制作的袍服。又有平城、青龙、蒙冲、曹、八兆。 亭阁等几千艘船,船，工十二位士兵乘坐，并装载兵器账目，由士兵自挽，不给民夫。舟船首尾相接二百余里，灯火照耀江河陆地，骑兵在两岸护卫行进，旌旗蔽眼。队伍所经过的州县五百里内，都命令进献食物，多的一周要限时百车，即进水陆珍奇。后宫都吃腻了，将出发时就把食物扔掉埋起来。 契丹人侵犯瀛州，炀帝下诏命令通事业者韦云起兼领突厥军队去讨伐契丹人。启民可汗发骑兵两万人，受韦云起指挥。韦云起将士兵分为二十营，分四路出发，每营相隔一里，不得混杂。听到鼓声行动，听到号角声就停止。吴公事派遣，不得驰马。三令五申之后，军队擂鼓进发。 突厥军的一个割杆违反了军令，被斩首示众。于是突厥军的将帅进见韦云起，都跪着行走，站立不己，不敢仰视。契丹本来是依附突厥的，所以对突厥人并无猜忌防范之心。韦云起率军进入契丹境内，他让突厥人诈称到柳城与高丽人做买卖，并严令有敢泄露实情的人就杀。契丹人不加防备。 韦云起率领突厥军队前进到距契丹人营地五十里的地方，突然驰进营帐袭击契丹人，契丹男女四万人全被俘获，杀掉男子，把俘获的契丹女人和续产的一半赏赐给突厥人，其余的都收起来带回去。炀帝非常高兴，集合百官说：“韦云启用突厥人平定契丹，文武双全，我今天要亲自举荐他。” 提升为云起为治书侍御史。当初，西突厥阿波可汗被叶护可汗俘获，突厥人力央素特雷的儿子为可汗及尼力可汗。尼力去世，他儿子达曼继位，号称处罗可汗。达曼的母亲像氏本是中国人，改嫁尼力的弟弟婆什特雷。开皇末年，婆什和像氏入朝，正逢昆达头可汗叛乱，就留在长安，住在鸿胪寺。 处罗所部大多居住在乌孙国的旧地，处罗统治失当，很多部众都背叛了他。后来又被铁勒人困扰。铁勒人是匈奴人的后裔，分为许多部族，有扑骨、铜罗、契、薛延陀等部。这些部族的酋长都号称齐金。各部族的姓氏虽然不同，但都通称为铁勒，与突厥人的习俗大致相同，以侵略掠夺为生，没有大的军长。 分属东西突厥。这一年，楚罗可汗率兵攻击铁勒各部，对铁勒人的财物征以重税，又猜忌薛延陀部，怕他生变，将其部族酋长几百人集中到一起，全部杀死。于是，铁勒各部族都造反了，立其立发其金契哥冷为漠河可汗，又立薛延陀部其金字也为小可汗，与楚罗部交战，屡次击败楚罗。 漠河可汗为人勇毅绝伦，很得铁勒部众的民心，邻国都怕他。伊吴、高昌、燕齐等国都依附漠河可汗。二年丙寅，公元六百零六年春季正月辛酉初六，东京建成，炀帝提升江作大将宇文恺为开府仪同三司。丁卯十二日，炀帝派十名使者合并简省州县。二月。 丙戌初一，炀帝下诏命吏部尚书牛弘等人议定皇帝的车驾服饰、仪仗制度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何稠为太府少卿，让他负责督办送往江都。何稠聪慧精巧，博览群书，参酌古今制度，做了不少增减。他在天子礼服上画日、月、星、辰，用七杀制成皮帽。 何愁又制作三万六千人的黄灰仪仗，以及路辇、车舆和皇后的仪仗，文武百官的礼服都务求华丽壮观，以使炀帝满意。又向各州县征收羽毛，百姓为了搜捕鸟兽，水上陆地都置满了捕鸟兽的罗网，可用作羽毛装饰的鸟兽几乎被捕尽杀绝。乌城有棵很高的树，超过百尺，树周没有可以攀附的枝条，树上有鹤巢。 有人要捉鹤，但爬不上树，就砍伐树根。鹤怕它的后代被杀，就自己把羽毛拔下来扔在地上。当时有人称之为吉祥的征兆，说天子制羽仪，鸟兽自动献羽毛。服役的工匠有十万余人，用的金、银、钱、帛不计其数。炀帝每次出行，羽衣仪,仪,仪仗队伍把街巷都填满了，连绵二十余里。三月庚午，乙午。遗 炀帝从江都出发，夏季四月庚戌二十六日，从伊阙排列千乘万骑的车驾仪仗进入东京。辛亥二十七日，炀帝驾临端门，下诏大赦天下，免除今年的租赋。制定五品以上文官的车上朝时的礼服、配玉等品级规制。武官的马要用珍贵的贝类来装饰，人需戴头巾、穿旗服，礼乐典章的盛况。 进士无法相比。六月壬子二十九日，杨帝任命杨素为司徒，晋封豫章王杨为齐王。秋季七月庚申初八，规定百官不能按正常的考核制度升级，必须有德行并有显著功劳能力的人才得以提升。杨帝很吝惜名位，群臣中坤有应当升官进爵的，多让其兼职暂代而已。 虽然有的职务有空缺，却空着步不上。当时牛弘任吏部尚书，都不能专行其职。炀帝另外又命令纳言苏威、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、左骁卫大将军张俭、内史侍郎于士机、御史大夫裴任、黄门侍郎裴矩参与掌握选择官吏之事。当时人们称之为“选曹七贵”。虽然这七个人同时在做，但是官吏升迁任免的实权由于士机独霸。 收受贿赂，行贿多的人就超越等级和不按一般常理去提拔，不行贿的人就禁止登记而已。裴运是裴岁的堂房曾孙。元德太子杨昭从长安来朝见杨帝，几个月后要返回长安，他想乞求允许再留住一些时候，杨帝不许。杨昭跪拜请求了无数次，他身体本来就很胖，因此得病，假虚。二十二日。 太子杨昭去世，杨帝哭了几声就罢了，寻欢作乐，声色歌妓与平常没什么两样。楚景武公杨素虽然有大功，却特别被杨帝所猜忌。表面上对杨素以特殊的礼遇，实际上对待杨素很刻薄。太史说隋的分野应有大丧，于是杨帝改封杨素为楚公，意思是说楚与隋同在一分野内，想以此来镇压妖邪。 杨素卧病，杨帝常常命名医给杨素治病，赐给杨素上好的药，但暗地里问医生，总怕杨素不死。杨素也知道自己的名分和地位已经达到了顶点，不肯吃药，也不再仔细调养。杨素对他弟弟杨约说：“我还在活着干嘛？”以亥二十三日，杨素去世。杨帝赠杨素为太尉公、弘农等十郡太守的官衔。 对他的葬礼葬送极为隆重丰厚。八月辛卯初九，杨帝封皇孙杨为燕王，杨栋为越王，杨佑为代王,王，他们都是杨昭的儿子。九月乙丑十四日，杨帝立秦孝王的儿子杨浩为秦王。杨帝认为文帝晚年法令严峻苛细，冬季十月下诏修改法律条文，在巩县东南原上设置落口仓。 修筑仓城，周围二十余里，开凿三千个粮窖，每个窖可装粮食八千多石。洛口仓设置监官和镇守的士兵一千人。十二月，在洛阳北七里处设置回洛仓，仓城周围十里，开凿了三百个粮窖。当初在北齐后主高纬的时候，有鱼龙、山车等杂戏，称之为散乐。北周宣帝时，正义奏请征召这些杂戏乐人。 文帝受周禅让后，命令牛弘制定礼乐，凡不是正声轻商和九步四五的乐曲舞蹈，全部摒弃不用。炀帝因为启民可汗将要入朝，想以隋朝富丽的声乐向启民可汗炫耀。太常少卿裴运迎合炀帝的旨意，奏请将天下原来的周、齐、梁、陈等国的乐家子弟都编为乐户，六品以坤下官员至庶民百姓。 有擅长音乐的，都到太常寺当差。杨帝采纳了这个建议，于是散在各地的乐人都集中到东京。杨帝在芳华苑鸡翠池旁检阅散乐。有舍利兽先来跳跃，忽然积水注满街道，遍地都是圆驼、龟鳖、水人、虫鱼。又有鲸鱼喷雾掩蔽日光，转眼间化作黄龙，长七八丈。又有二人头顶条长杆，杆上有人舞蹈。 忽然，两杆上的人飞腾而过，跳到对方的杆上。还有神鳌背负大山、魔术艺人吐火等技艺，千变万化。艺人们都穿着锦绣增彩的衣服，舞蹈者身上环佩钉，还点缀着花色的羽毛。炀帝命令京兆、河南两地制作艺人所穿的彩服，以至于两京的锦缎彩绸为此空减。炀帝自制宴多篇。 命令乐正白明达谱新曲，教人演奏。乐曲极为哀婉愁怨。炀帝非常高兴，对白明达说：“齐朝偏在一隅，乐公曹妙达还被其后主封为王。如今我使天下大同，正要让你显贵，你要好好干呀。”三年丁卯，公元六百零七年春季正月朔旦初一，大规模的陈列、表演礼仪和技艺。 当时突厥启民可汗入朝，看到这一场面非常倾慕，请求习用隋朝服饰。炀帝没有允许。第二天，启民可汗又率领他的部属向炀帝上表恳切请求。炀帝非常高兴，对牛弘等人说：“如今公卿服饰制度完备，致使单于改易朝服，这是你们的功劳。各自赏赐他们很丰厚的财物。”三月辛亥初二。 杨帝返回长安，癸丑初四，杨帝派遣与齐魏朱宽出海求访一国风俗。朱宽到达琉球国后返回。当初，云定兴、严丕因为娶媚太子杨勇而获罪，他们及其妻子儿女都被官府没收为官奴婢。杨帝即位，进行许多营建工作。听说他们构思奇巧，就召来让他们掌管营建之事，任命严皮为朝请郎。 当时宇文术当权，云定兴用缀有明珠的账目贿赂宇文术，并用奇装异服和新颖别致的音乐向宇文术献媚。宇文术非常高兴，对云定兴像兄长一样看待。杨帝将要征讨四夷，大造兵器，宇文术推荐云定兴来监造，杨帝同意了。宇文术对云定兴说：“你所造的器仗都合乎皇帝的心意。” 但得不到官做的原因，是因为长宁王兄弟都还没有死啊。元定兴说：“这些没用的东西，为什么不劝皇帝杀掉他们？”宇文述就奏报杨帝，房陵王杨勇的几个儿子都已成年了，现在您正要出兵征讨四夷，倘若让他们跟着您出征，就很难掌管；倘若把他们留在一个地方，又恐怕不妥，进退都不好办，请您早些处理。 杨帝认为宇文述的话很对，就毒死了长宁王杨衍，将杨衍的七个弟弟分别流放到灵表，派人在路上把他们全部杀死。襄城王杨恪的妃子柳氏自杀以殉杨恪。夏季四月庚辰初二，杨帝下诏要安抚管理河北，巡视检查诏未知地。牛弘等人制定新法律，共十八篇，称之为《大业律》假身。甲申初六。 开始颁布施行，百姓久已厌恶法律严酷苛繁，对宽政十分高兴。但后来频繁的劳役蒸发使百姓无法忍受，官吏们常常临时胁迫百姓服役以应付差事，也就不再按律令执行了。吕奇为刘炫参与修订律令，牛弘曾从容地问刘炫：“周礼记载是事多而利源少，现在利源比从前多出百倍。” 减少则无法应付事务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刘炫说，古人委任立员需要有责任、有成绩，年终考核成绩，案卷不用重新审理，文牍不求繁多琐碎。立员的责任只是掌握工作的要点而已。现在的立员总是担心文部要重新审理考核，假若文辞考虑不周密，就会不远万里去追查印证百年的旧案。所以有谚语说。 老吏福报文案而死，事务繁杂，这是为政的弊端，这就是吏员多而效率低的原因。牛弘说，北魏、北齐之时，吏员们办事很从容，现在则呼呼忙忙不得安宁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刘炫说，过去州只设置常吏，司马、郡只设置郡守、郡丞，现仅设县令而已，其余应配备的僚属，则由长官自己挑选任命。 得到诏命后就赴任，每州吏员不过几十人，如今则不然，大大小小的官吏全部由吏部掌管，零零碎碎的事务都属于考绩范围。减少官吏不如减少事务，官员们的事务不减，却希望他们办事从容，那可能吗？牛弘很同意刘炫的话，但却不能采纳。壬辰十四日，炀帝改州为郡，改度量衡，全部依照古事。 改上柱国以下的官为大夫，设置殿内省与尚书、门下、内史、秘书省共为五省，增设业者台、司隶台与御史台并为三台，分太府寺设置少府监与长秋、国子、将作、都水为五监，又增改左、右翼卫等为十六府，废除伯、子、男的爵位，指流王、公、侯三等爵位，丙银。 乙戊，炀帝到北方巡视。己亥，二十一日，在赤岸则停留。五月丁巳初九，突厥启民可汗派他的儿子拓特勒来朝见炀帝。戊午初十，征发河北十几郡的南丁开凿太行山，到达并州，已开通驰道。丙寅十八日，启民可知派侄子皮里加特勒来朝见。辛未二十三日。 启明克汗派使者请求亲自入塞迎接炀帝，炀帝没有应允。当初文帝受周禅，只立了四千庙，而且是同殿一事而已。炀帝即位，命令有关部门讨论建七庙的定制。礼部侍郎代行太常少卿许善心等奏请为太祖、高祖各建一座殿，依据周文王、周武王宗庙的标准，与始祖共建立三座殿，其余的人都分是祭祀。 按照亲近庙毁之法祭祀，于是有关部门奏请杨帝按上述议定的那样，在东京建立宗庙。杨帝对秘书监留说：“如今始祖宇文武王的宗庙都已具备，后世子孙把我又放到什么位置上呢？”六月丁亥初十，杨帝下诏魏文帝另建宗庙，太阴在丙之月祭祀。不久之后，杨帝就忙于巡游之事，竟终于没有建立。 杨帝巡游经过雁门，雁门太守丘和进献的食物非常精美。他到了马邑坤，唯独马邑太守杨阔无所献，杨帝很不高兴。他任命丘和为伯陵太守，让杨阔到伯陵去向丘和学习。由此，杨帝所到之处所进献的食物竞相丰富奢侈。戊子十一日，杨帝的车驾停留在榆林郡。杨帝想要出色去炫耀兵力。 径直进入突厥境内，想去捉俊。他怕启明可汗惊恐，先派遣五位将军长孙晟传达他的旨意。启明可汗接到炀帝的诏书，就把他所属的西视为等国的酋长几十人都召集起来。长孙晟看见启明可汗牙帐中杂草肮脏，打算让启明可汗亲自除掉，示范给各部落，以表示对朝廷的敬重。就指着帐前的草说。 这根草很香，启明可汗就急忙闻道，说一点也不香。长孙晟说，天子巡幸所到之地，诸侯都要亲自洒扫修整御道，以表示对天子的至诚崇敬之心。现在牙帐内杂草丛生，我只说是留着香草罢了。启明可汗才醒悟过来，说我的罪过，我的骨肉都是天子赐给的，得到为天子效力的机会，怎么敢推辞呢？ 只是因为边远地区的人不知道法度，全靠将军教诲我们了。将军的恩惠是我的幸运。于是拔出佩刀，亲自删除牙帐中的草。启民部族的显贵和其他部族的人都争相仿效启民可汗。于是从榆林北境到启民可汗的牙帐，向东到蓟，全体突厥人出动，开辟了一条长三千里、宽一百步的御道。炀帝知道了长孙晟的策略。 更加赞许他。丁酉，二十日，启明可汗和义成公主到炀帝的行宫来朝见。己亥，二十二日，吐欲浑高昌都派遣使者朝见，进贡。甲辰，二十七日，炀帝上北楼观看渔人在黄河中捕鱼，宴请百官。定襄太守周法上到行宫觐见炀帝。太府卿元寿对炀帝说：“汉武帝出关，旌旗连绵千里。” 现在在御营外面，请把军队分为二十四军，每天派遣一军出发，相距三十里，旗帜相望，征鼓相闻，首尾相连，千里不绝。这也是出师的盛况。周法上说：“这样不行，军队连绵千里，常有山川的隔阻，突然遇到不测，队伍就会四分五裂。若中央有事，则首尾不知道，况且道路险阻漫长，难以相救。” 虽然有汉武帝出关兵连千里的故事，但这是招致失败的办法。炀帝听了不高兴，说：“你的意思如何？”周法上说：“将军队列成方阵，四面向外防御，六宫及百官家属都在方阵内。倘若发生变故，就命令受敌的方面抵抗，并从阵内派骑兵种出阵外奋力攻击，以车子做壁垒，再设曲形沟阵。” 这与据守城池的战术原理没有什么不同。假若交战得胜，就调派骑兵追击；万一不胜，可以屯营自守。我认为这是万全之策。杨帝说：“好。”于是就任命周法上为左武卫将军。启民可汗又上表，以为先帝可汗可怜我，将安邑公主嫁给我，所应用的东西都不匮乏。我的兄弟们嫉妒，都要杀我。我当时是走投无路。 抬头只有天，低头只有的将身家性命都托付给先帝。先帝怜惜我将死，养护我，使我又活下来，让我做了大可汗，还安抚了突厥的百姓。如今陛下治理天下，仍和先帝一样，养护我和突厥的百姓，使我们什么也不缺乏。我深受圣恩，感恩的话说不尽。我现在已不是过去的突厥可汗，而是陛下的臣民。 我愿意率领部落百姓改装易服，同华夏一样。炀帝认为不可以。秋季七月辛亥初四，炀帝赐给启明可汗玺书，说由于漠北并未平静，还需要征战，只要你们存心恭顺朝廷，何必变异服装呢？炀帝想要向突厥人炫耀，他命令宇文恺制作大帐，帐内可坐几千人。贾言初七。 炀帝来到设于城东的大帐，备好一仗侍卫，宴请启明可汗及其部属。宴间演出散乐，各方部落的胡人都惊异欢悦，争着进献牛羊驼马几千万头。炀帝赐给启明可汗帛二千万段，启明的部属按等级都有不同的赏赐。炀帝又赐给启明可汗鹿车与坐骑、鼓乐、翻旗等一仗，特许他朝拜时不必唱名。 其地位在诸侯王以上。炀帝又下诏征发男丁一百余万人修筑长城，西起榆林，东至紫河。尚书左仆射苏威劝阻，炀帝不听，修筑了二十天完工。炀帝征召全国的散乐艺人，太常清高劝阻，炀帝不听。高退下来对太常丞李益说：“北周天元帝因为好乐而亡国，因见并不远，怎么可以再重复呢？” 高又认为，炀帝对几民可汗的待遇过后，对太府卿何愁说：“这个胡虏很清楚中国的虚实、山川的险易，恐怕会成为后患。”他又对官王杨雄说：“近来朝廷太无纲纪了。”礼部尚书宇文私下对高说：“周天元的奢侈，以今天的情况与之比较，也不算太过分吧。”又说修长城的工程。 幸而不是急迫的任务，光禄大夫贺若弼也私下议论宴请启明可汗的规模太奢侈，这些话都被人报告了杨帝。杨帝认为他们诽谤朝政，丙子二十九日，高宇文贺若弼都获罪被杀，高的几个儿子流放到边地，贺若弼的妻子儿女被没收为官奴婢，事情还牵连到苏威，也获罪而被免官。高有文韬武略。 对事物贤明，通达事理。自从蒙受重任以来，竭诚尽力，推荐引进忠诚贤良之士，以天下为己任。苏威、杨素、贺若弼、韩秦虎都是高推荐的，其他建有功劳、做成大事的人更不可胜数。他当朝执政将近二十年，朝野上下都非常敬重他，对他无异议。国家富庶是高的努力。他被杀。 天下人没有不伤感的。原先萧从因为皇后萧氏的缘故，很为炀帝亲近推重，任命为内史令，后改封为梁公。萧从宗族中的涉及扶桑、司马三月的人，都按才能提拔任用了。萧从的几个兄弟都在朝廷做官。萧从性情恬淡儒雅，不把职务放在心上。虽然客居他乡，但对北方的豪强贵族都没有看得坤上的。 他与贺若弼有交情，贺若弼被杀，又有童谣说萧萧义父起，炀帝因此对他猜忌，就将他罢官回家。不久他就去世了。八月壬午初六，炀帝的车驾从榆林出发，经过云中，溯金河而上。当时天下成平，百物丰实，随驾的士兵有五十余万，马匹十万，旌旗辎重千里不绝。 炀帝命令宇文恺等人制造官风行殿，殿上可容纳侍卫几百人，行殿可以离合，下设轮轴，可以很快的推移。又命宇文恺制作行程，行程周长二千步，以木板为主体，用布蒙上，再画上彩画。行程上观台、望敌楼全都齐备。胡人惊叹，以为神功。每望见御营，十里之外就跪伏叩头，没人敢骑马。 启明可汗奉献炉帐，以等待炀帝的到来。已有初九，炀帝驾临启明可汗的营帐，启明捧着酒杯为炀帝祝寿，跪伏在地上极为恭顺。突厥王侯以下的人都袒衣割肉，立于帐前，不敢仰视。炀帝非常高兴，赋诗道：“呼韩叩头志屠其接种来，怎比汉天子，空上丹于台。”皇后萧氏也临幸一成公主的牙帐。 炀帝赐启明可汗和义成公主金瓮各一只，以及衣服、被褥、锦彩。特勒以下的人也受到不同等级的赏赐。炀帝回返，启明可汗随从炀帝入塞。乙丑十三日，炀帝让启明可汗回国。癸巳十七日，炀帝进入楼烦关。壬寅二十六日，到达太原，下诏迎见晋阳宫。炀帝对御史大夫张衡说：“我打算经过你的家。” 你可以为我做主人，张衡就先持马到河内，准备牛和酒等物品。杨帝上太行山，命开辟直达张衡家的道路九十里。九月己未十三日，杨帝到达济源，驾临张衡宅邸。杨帝喜欢这里的山泉，留下来欢宴三天，赏赐的财物非常丰厚。张衡又进献食物，杨帝让赏赐给公卿大臣，以至于卫士，人人都得到了赏赐。己巳。 二十三日，杨帝到达东都。壬申，二十六日，杨帝任命齐王杨为河南尹。癸酉，二十七日，任命民部尚书杨文思为纳言。冬季，十月，敕命河南各郡送一亿户到东京来辅助原有的三千余家亿户，在洛水以南设置十二方来安置他们。西域诸多胡人都到张掖做买卖。 炀帝派吏部侍郎裴矩掌管这件事。裴坤举知道炀帝喜好远征，做买卖的胡人来了，裴矩就探寻各国的山川地理和风俗、国王以及百姓的风土人情、服饰仪表，撰写了《西域图记》三卷，共四十四国，入朝奏报给炀帝。另外还制作了西域地图，上面包括了西域所有重要的地点，从西青山开始，纵横连亘将近二万里。 从敦煌出发到达西海，共分为三条路：北路从伊吾起，中路从高昌起，南路从鄯善,善起，总会到敦煌。裴矩还说，凭借着国家的威德，将士的骁勇，渡过泗水，翻越昆仑山，易如反掌。但是突厥、吐谷浑分别统辖着羌人、胡人的国家，因为他们的阻挡和抑制，所以西域之国不能来朝贡。 如今由商人秘密送来很多诚恳的书信，翘到盼望，愿成为大隋的臣属。倘若降服并占有他们，务必要认真安抚管理，只需由朝廷派出使者，不必动用干戈。诸藩国从属于我们以后，吐谷浑、突厥就可以灭掉了，史戎狄华夏融合为一体，就在此一举了。炀帝大为高兴，赐帛五百段。 每日让裴举到玉座旁，亲自询问西域的情况。裴举夸张地说，西域有很多珍宝，吐玉魂容易被吞并。炀帝于是感慨地仰慕秦皇、汉武的功绩，诚心要开通西域，将筹划处理四夷的事务都委托给了裴举，任命裴举为黄门侍郎，又派裴举到张掖，招引西域各国的胡人，给他们利益，劝告他们入朝。 从此西域的胡人往来不断，他们所经过的郡县疲于招待迎送，耗费以万万计，终于使隋王朝疲乏凋敝，至于灭亡。这都是裴矩所倡导的。铁勒入侵边界，炀帝派将军冯孝,孝慈率军出敦煌阻击铁勒，出师不利。不久，铁勒人派遣使者来谢罪，请求归降。炀帝派裴矩安抚慰藉他们。